最关心我们客家文化桃园市的大家长，我们郑文灿郑市长用重伤反咬人的市长，来现场朋友给市长掌声鼓励。同时我们市长因为待会我们要采集，我们是不是先让媒体稍微访问您一下，来音乐我们先收，待会你们要表演了哈。平镇高中是客家的信仰中心，南靖庙已经有。平镇高中祠哦，建庙已经有200年，那么是客家的信仰中心。那么每一年呢，我们都会举行客家的信仰中心，在农历的7月20号，今年我们是用趁机的形态，挑担破饭，放军马，那表达大军的英军，那中午的就的精神，有什么故事？那今天我们特别举行的毛主跟朝阳的茶会比赛。谢谢，也请所有老朋友们再给市长掌声鼓励一下，也请市长能够到我们舞台上面来，待会呢要直接为所有的朋友来致辞，也请辛苦的媒体先生小姐，待会呢你们前方的位置可能要让我们举牌的朋友们哈，能够一起啊，能够来举牌，来也请所有的贵宾一起站在我们市长的旁边。So you and your hope and you， 是不是用掌声来反映我们最关心我们桃园的所有的庆典文化的桃园市的大家长郑文灿郑市长用重伤反咬人的市长，来举牌的朋友稍微到后面一点点。各位乡亲啊，参加这个我们的采接啊，我们的挑担的所有的这个社区的团队啊，尤其是芝巴里跟这个三明里的团队，那我们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义民精神代代相传，那么忠义千秋，能够让我们保乡卫土。那我想今天呢，要特别谢谢平镇包宗祠我们的义民庙主委范正秋主委，宋迪昭副主委，我们的管理人张玉燕管理人。啊，也要谢谢我们今天出席的公职哦，我介绍一下，潘惠珍委员、徐景文议员，还有我们的这个议长的秘书黄子芳。啊，也要谢谢今年轮值哦，是我们义民庙的13大庄有2个庄，
一个是芝巴里庄，我们的黄念令里长；另外一个是三座屋庄，我们三明里陈富峰里长。啊，也更恭喜哦，这两个里所有的卤主。那也要谢谢哈，我们的这个中立区长郑思店，民政局长陈敬航，客家局副局长戴兴达，立法委员吕玉玲的秘书哦，这个刘秘书，还有公车会总干事陈家俊，啊，也谢谢哈，八里社区的理事长哦，邱垂斌，还有我们哦陈文祥啊，抱歉，新的理事长陈文祥，好，谢谢哈，龙潭艺术家族哦，这个森巴鼓队，还有我们的包宗祠的顾问，这个沈凤云里长，还有一起来参与的各里的里长哈，啊，包括这个五权里的谢浩言里长。好，这个今年呢，哦，彭俊豪议员，义民祭哦是在农历的7月20，那么代表我们对当年这个牺牲生命、保护乡土的义民爷的一种敬仰、追思。啊，也代表义民精神代代相传。我们平镇包宗祠哦，是在这个清朝哈、哦，这个乾隆年间，因为林爽文的事件之后，那么200多位哦为地方捐躯的客家的先民，我们把它集合起来，哦，在清朝乾隆年间建成了我们的包宗祠，那么200多年的历史，那么。当年是由这个新埔的义民庙分灵过来，那不过呢，一般我们到义民庙是领黑令旗，那我们比较难得的是哦，其他的义民庙都是只有牌位，哦或令旗，那平镇包宗祠是有金身，义民爷的金身，那每一年我们举行哦这个义民祭，那么这个有分，我们有分工啦哈，那么。由这个中立人海宫啊举行庆赞中原的普渡，那我们平镇的包宗祠哦，按13个庄来轮值，好举行义民祭。那今年轮值的只有2个里，啊，这2个里特别辛苦，我们给2位里长掌声鼓励一下。所以，我们3天的客家大戏以外，也会到启明宫办大戏。那今年的挑担，为什么刚刚记者问我说，为什么要挑担？要奉饭，要靠军，因为当年客家的义军哦是自己组成的，并没有官兵的军饷，所以我们的乡亲哦就自动提供食物，好提供各式各样的这个补给给我们客家义军，所以当年哦只要是有遇到历史的重大事件，客家人都会起而抵抗，起而保护，所以我们才讲说是忠义千秋。那这200多年来，那义民庙历史没有断过，好，这是客家值得光荣的地方，所以义民庙也是客家信仰的中心。那今年因为这个，我们希望推广到下一代，让他们了解，所以神猪神羊，我们把它变成是桃猪桃羊，用彩绘的方式，那彩绘竞赛也做得很精彩。那我想哦，这也是我们客家局跟包宗祠哦。这个努力的成果，那今天的彩街待会大家慢慢走，那4点钟我们会在包宗祠哦举行义民的祭祀大典，希望这个义民祭所呈现的客家传统大家不要忘记，大家说好不好？好。啊，当然这个这几年哦，这个新埔的义民庙轮值的中立观音新屋杨梅哦，其实我担任市长以后也都有尽量支持，好，他们都知道桃园哦支持义民祭力道最强。不过我们自己的平镇包宗祠的义民祭13大庄轮值，我们一定要办得很好。所以我们以后
这个义民庙本身的这个文化庆典，我们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啊。今天呢也谢谢所有参加的社区社团，还有两个里的所有的这个团队，好，希望大家用这个文化庆典的心情，好，让大家了解我们的客家传统。好，客家传统里面爱护土地，爱护乡土，抵抗外侮，我想这个传统呢就代表了应景的精神。好，再一次的谢谢大家的参与啊，也谢谢我们的主任委员范珍修主委，他这一路下来哦，这个帮助我们的这个包装池哦，发展各式各样的活动啊。待会大家走到义民庙会发现旁边呢再建一个义民公园跟停车场啊，上面有一个环叫做以卫之环，就是1895年哦，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甲午战争之后，那日本人来了台湾，那第一站就是在中立跟平镇哦，当时的抵抗最激烈啊，所以这个桃竹苗地区哦，打仗是从桃园开始。那我们用以卫之环象征哦，客家乡亲当年的团结保台的精神。那我们这个公园呢，很快会落成啊，落成以后，这复旦路二段、裕达路二段都拓宽哦，也可以让义民庙周边哦更方便。那我们这整个义民庙周边地区呢，也会成为一个文教的重镇。好，待会大家慢慢走，也可以慢慢看。好，再一次的谢谢各位乡亲的参加，谢谢。来，社会联合朋友再给市长掌声鼓励，也请市长留步。市长，您接着下来，我们要正式采接之前会点高哦，就是我们的博圣杯哦。等一下，我们请贵宾市长，我们稍微退后一步，也请媒体记者先生小姐。等一下，我们请市长 Anyham 哈，我们桃园客家义民祭，大家我们倒数三秒，我们得高哈，我们直角最好能够就是圣杯，圣杯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市长要加油，我们要圣杯，好，出发了哈，来，等一下我喊哈，忠勇义民佑我桃园，就请所有的贵宾跟着一起喊，市长 Anyham 得高哈，得高就是直角，好不好哈？好，来，忠勇义民。You are to yen， 哎，市长要抛高哦，要抛高，来，工作同仁，哎，升高了哈，里长直接说升高了，来，掌声鼓励，哎，出发嘞！好，升高了哈，来，也请圣脚了，就是如果台语就叫做醒杯了，好不好？好，好。我们就恭请市长及所有的贵宾，我们要请媒体先生小姐和我们所有的贵宾要互换位置了哈。来，我们待会在台上，我们要来出发。来，三民里的里长黄连义里长的陈富峰哦，三民里派谁？我们在芝巴里哦，三民里里长陈富峰陈里长的孙子，来两个就好。你今天带了多少里孙子来？来，我们媒体先生小姐往上好不好？来，等一下再跟市长合拍啦，各位同学，我们各位摄影官到台上来，好来，哎，让一下，让区长还有副局长到那个挑战的位置，来来来来，各位，等一下哈，我们请唱太极嘎，我们请大家高举各位的双手，一样冲哈，来喊出忠勇义民，有爱投言哦，忠勇义民。有爱投言哈，我们就要正式来出发了。来，举牌的在我们市长的后方，举布条的要在我们队伍的前方哈。好，待会呢，请大家准备要出发了。来，我们请所有的朋友准备好，各位媒体先生小姐 OK 吗？怡清，再一张，再一张，看头前来，市长，所有的贵宾把头要抬起来，好，要抬起来。可能有太阳会直射，但是这很抱歉，可能要请大家帮帮忙，看一下坤头前哈，看一下前方，比个赞好了。桃园客家义民祭赞不赞？赞。桃园客家义民祭有赞吗？赞。好，待会我们要正式的出发，也请大家高举贵的双手，我们一起喊出忠勇义民。佑我桃园，忠勇义民，有爱投言哈。来，也请大家准备，准备出发嘞哈。来，市长，我们马上要出发了。
好不好？那走一段，让我们的媒体先小姐啊，这是陈富峰陈里长的两个孙子啊，传承下去，传承下去啦，要传承下去，要跟市长来一起出发啦，来来来，让。这个是我们轮值里长比较特殊的特点，你有没有想法？看前面，看前面，耶，开心哦！肚子要拍到，肚子，来，请鼓车，请准备喽，鼓车，哎，你鼓茶，准备要出发喽。好，来举我们布条的，请先到指定的位置，我们恭请市长。以及所有的贵宾，我们走一段路，我们要正式采接。So you can you can I am 中庸一民 ，You my 考验，中庸一民 ，You my 考验，中庸一民 ，You my 考验，准备要出发嘞！来，市长，在你左右两边的是我们这次轮值里的神猪跟神羊，是利用我们的。面线、哦、特别制作的，来，待会要跟着市长一起出发，然后布条的举布条的朋友赶快哈、哦、在前方，让媒体摄影先小姐来，要哎市长那个担子很重哦，来鼓车鼓车哈、哦、来鼓车来这边、哎、我们先让特哎那个举起的先让车过一下，海摄一下让车过一下哈、哦，来，我们交通管制一下，来让车过一下，让车先过一下。咱们就前面来的吧，我们俩在讲前面车。来，鼓车往前，鼓车往前，鼓车往前。来，跟各位同学哈，来，来小心交通管制，先让车辆这边先让我们过一下，带我跟他们过一下。谢谢今天的前面的同学，谢谢，谢谢大家同学。小心啊，小心。也谢谢我们中立区的区长，我们这次的区长，民政区的区长郑景仁，郑区长，也特别谢谢我们地方委员顾珠，顾珠，小心喽，小心。谢谢我们地方委员，我们的市议员，我们的市议员，然后我们的民政区的区长，谢谢我们的市长，谢谢市长，有，差不多，没有别的。你孙子几个啦？
开直播，开直播。开直播。要靠近的尽量靠后。